们上一集说到，趁着南疆大乱这样的机会呢，喀什噶尔白山派头马木提趁乱占领了喀什噶尔回城，而后呢，城门一关，自称帕夏，帕夏等于就是国王的意思了。也正是利用当时喀什噶尔的这场大乱呢，金相印和马援这两个巨贼就协助当时阿克陶的那个伯克斯迪克纠结起一支暴乱部队，杀气腾腾向那喀什噶尔进发。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新疆地区，每一个这个回城旁边都有一个汉城，都是由这个霸旗的满军和汉族军队在那儿这个集结。喀什噶尔的回城被这个叛乱的这些人占领了，但旁边还有一个汉城啊。而当时坚守汉城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领军人物呢，是清朝的大臣，叫奎英。奎英当时也着急啊，他先命令两个这个维吾尔族的伯克，这个两个伯克呢是兄弟俩，是一直效忠清朝，他们的名字呢是库图鲁克伯克还有这个沙依提伯克。这伯克兄弟呢，等于是先前从喀什噶尔回城当中逃出来的。这伯克兄弟两个人呢，就在奎英的这个指挥下吧，先率领本部人马吧，先去迎敌。很快，这伯克两兄弟呢，就在今天的疏勒县，塔兹浑这个一带吧，就和斯迪克叛军相遇了，双方大战一场。结果呢，这伯克兄弟俩他们的队伍呢，气势上不行，没有打过这个斯迪克伯克。于是呢，这兄弟俩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了。后来这两人也不知所终，估计啊，在逃跑过程中啊，被那个手下人或者被那个白山派的信众杀在荒野之中。大胜之后，斯迪克这个叛军呢，等于就团团包围了喀什噶尔的回城。虽然同属伊斯兰教，但当时赞成做帕夏的战城为王那个白山派头目马木提太着急，即刻征调全城的百姓全民为兵，其中就包括白山派那些阿訇什么的，都拿着长矛都跑到城头一起来守城。经过数天的苦战，回城城里其中也是弹尽粮绝。当时就在这个金相印的唆使之下，斯迪克呢趁机又用重金买通了城内的浩瀚的商人，让他们作为内应。最后双方里应外合，就把这个喀什噶尔的回城给攻占了。由此一来，远道而来的这个伯克斯迪克呢反客为主，他本人呢就成为喀什噶尔的新帕夏新国王。称王之后，这个斯迪克呢也大赏这个金相印和马援这两个人。在喀什噶尔当了半年的帕夏之后呢，斯迪克内心感到不安。我们要知道喀什噶尔毕竟是白山派的大本营，你如果没有白山派头面人物支持自己，当地的民心确实不服他。于是呢，当时斯迪克就想在喀什噶尔当地或者从外面找个有名气的这个贵族给他当傀儡。喀什噶尔城内呢，浩瀚商人和间谍特别多，加上这个金相印、马援这两人也一直撺掇，于是斯迪克呢就决定了，决定什么呢？派人前往浩瀚汗国，邀请呢先前被清廷凌迟那个反贼张噶尔，他这个独生子布速鲁克回来执政，目的就是让那个布速鲁克以白山派合卓后裔的以他的名义来哄骗当地老百姓的人心。最终目的，斯迪克还是想维持他自己的统治。其实呢，先前那库车那热西丁造反的时候，那浩罕汗国那个汗王艾里木浑尔汗就已经派人呢进入中国境内不停地刺探情报。斯迪克他本人率领他手下人马占领了喀什噶尔，仅仅十几天之后，大批的浩罕汗国的间谍都以商人身份愤愤地潜入了这个喀什噶尔的回城。这些人潜入城内之后呢，就收买了当地24名伯克还有阿訇，联名写信，就强烈要求浩罕汗国出兵来袭取喀什噶尔，把这个斯迪克给驱逐出去。对于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一切当时这个战城为王斯迪克茫然无知。他呢，你看自己还傻不拉几的主动要引狼入室。同治三年年底，就公元1864年吧，金相印就奉斯迪克之命到达了这个浩罕首府
恳切请求呢，那个爱丽木浑尔汗就希望呢，这位浩罕的汗王啊，允许当时住在塔什干那个布速鲁克啊，把这个人带回到这个喀什噶尔。这个爱丽木浑尔汗，这个浩罕的汗王啊，一听金相印这个请求，正中下怀，非常高兴，马上点头答应。于是呢，浩罕这个汗王马上就派人找到了当时穷愁潦倒的布速鲁克，见面就对他说：“你回喀什噶尔啊，肯定你就能当帕夏。但是呢，你当了帕夏之后，你肯定要为我们，浩罕汗国效力。”而当时这布速鲁克，当时就是一条饿极了这种恶狗，这种野狗，别说是让他当帕夏，就是在当时当地随便找一个小庄，叫他当个庄主，他就感恩不尽了，跪在殿庭之上啊，指天发誓啊，就对这个浩罕的汗王表示说：“我本人回到这喀什噶尔之后，我一定全心全力报答您，报答您这个浩罕汗王。”布速鲁克这样对自己表示，但是呢，这个浩罕汗王啊，这个爱丽木浑尔汗，他对这个人，对这个合卓后裔啊，完全相信。思前想后，这个爱丽木浑尔汗就派出了一个自己的心腹，去陪同这布速鲁克呢，前往喀什噶尔。所谓的陪同，实际上就是想让自己的心腹做监视人。而浩罕汗王派出的这个人呢，派出他的这个心腹呢，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阿古柏。阿古柏出生在1820年，至于他这个人的族属，连他本人都弄不清楚。有人讲呢，他是乌兹别克人，有人呢又说他是塔吉克人。他的父亲呢叫伊斯麦特乌拉，是当时村中的一个巫医。啊，这个巫医啊好色成性，在阿古柏非常小的时候呢，就把阿古柏和他妈就俩都抛弃了。他妈当时也没办法，没饭吃啊，就带着年幼的阿古柏改嫁了，就给当时村中的这个宰羊那个屠夫当儿子。几年之后呢，阿古柏他妈也病死了，屠夫呢又不喜欢这个油瓶，于是呢阿古柏就成为孤儿了，天天呢就像一条小野狗一样，就在这个塔什干街头啊到处流浪。流浪的阿古柏这阵已经是少年人了，他长得这个人啊长得面容姣好，很快呢就被街头的艺人收留了。那么给这个艺人充当娈童之余呢，他又学习舞蹈啊，替这个艺人跳舞挣钱。阿古柏10岁左右呢，又被一名路过塔什干的这个浩瀚的官吏看中啊，把他啊收回到自己的家中，等于是作为他自己独享的这样的一个娈童，带回到当时的浩瀚城的这个首都。又过了几年，阿古柏这个日渐长大嘛，是作为这个官吏的奴仆，这个官吏呢又把他当作礼物啊，转赠给这个马达里汗的一个侍从官，叫卡西卡的。后来呢，浩瀚发生内乱，阿古柏这个主人卡西卡呢，在这个内乱当中被杀了。这个时候，阿古柏已经是个青年人了，由此呢，失去主人的阿古柏就回到他的家乡，他就投奔塔什干的这个库什伯克。为了取悦这个库什伯克，阿古柏还把自己貌美如花的妹妹作为礼物献给了库什伯克。塔什干的这个库什伯克，哎，一看阿古柏这小伙子这么懂事儿，哎，特高兴，委任他就为自己手下的500人长。阿古柏这个时候等于自己手下就有军队了，那么在日后镇压塔什干境内这个哈萨克这个百姓的起义过程当中呢，哎，非常骁勇善战，还立了不少功劳。公元1860年左右呢，阿古柏因为战功又被这个库什伯克啊晋升为这个阿克迈杰特伯克。由此一来，这阿古柏等于就成为一方小诸侯了，他也是伯克了，还被当地人尊称为呢雅霍甫伯克，独霸一方，也称伯克了。所以这个青年阿古柏啊，他的名声就日益响亮。所以啊，当这个喀什噶尔的这个斯迪克派人到浩瀚来求援的时候，当时浩瀚的这个汗王就选中了阿古柏作为自己的得力心腹，等于是当这个布速鲁克的他的这个监护人。阿古柏得到命令之后，就亲自护送张格尔的儿子布速鲁克返回到他的老家喀什噶尔。公元1865年春天，布速鲁克、阿古柏，包括前来这个要人的这个金相印这些人，就在几十个浩瀚精锐骑兵的护卫之下呢，踏上了返回喀什噶尔的这个征程。在喀什噶尔，斯迪克迎接这布速鲁克啊，看到这个合卓后裔啊，这个人庸懦无知，还挺高兴，觉得这个人啊，绝对是100%当傀儡的这个不二人选。
但是等他一转头看到阿古柏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斯蒂克心中就大起一跺，深感啊，这个浩瀚来的伯克绝对不是好人，不是什么善茬。果不其然，双方的蜜月没有持续多久，在阿古柏的挑唆之下，这布苏鲁克很快他就和这斯蒂克发生争执了。如此一来，正好就给这阿古柏以这个把柄了。当时阿古柏就以斯蒂克不遵照合作后裔命令，以这个为名义，派人就把斯蒂克驱逐出了这喀什噶尔的回城。本来自己是喀什噶尔的帕夏，是国王，如今呢，请回这个布苏鲁克，又被布苏鲁克和阿古柏驱逐出来。当时这个斯蒂克又悔又怒，出城之后他即刻纠结了，大概7000多名吧，科尔克孜族的士兵，对这个回城发起反击，目的呢就是想把这阿古柏和这个布苏鲁克再赶走，重新夺回喀什噶尔。双方战斗刚开始的时候呢，还非常熟悉战场争斗，这个阿古柏啊袖手旁观，任凭布苏鲁克他自己率领兵马出城迎战。布苏鲁克这个人呢，虽然是何卓的后裔，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打仗，因此呢，他和这个斯蒂克一交战，一出城，当时就被斯蒂克打得大败。看到这样的场景呢，阿古柏笑了，于是乎他率领100多名训练有素的骑兵，开门迎着斯蒂克的兵马就来一个急冲锋。斯蒂克手下人虽然多，7000-8000人，但阿古柏手下的浩瀚士兵啊，多数都是职业军人，手中呢又有英国人给他们的热兵器，因此呢一阵冲锋就把斯蒂克手下这个科尔克孜兵马打得是屁滚尿流，被迫呢撤回到这个维塔克他们的老窝。得胜不要人，阿古柏马上组织起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兵分两路，一支呢南下英吉沙尔，就在4月11号啊把这个英吉沙尔给攻陷了。当时清朝的领队大臣托克托布啊，这些人呢都在交战当中战死。阿古柏的另一路兵马呢就进兵啊这个维伊塔克山区，再次把那倒霉的斯蒂克杀得大败。斯蒂克呢一败再败，你看这位倒霉的伯克啊，最终就被迫呢逃亡到中亚的塔什干一带，到处去流浪。4月中旬，阿古柏呢就宣布在喀什噶尔成立哲德沙尔汗国。成立这汗国之后呢，他先把这个布苏鲁克捧出前台作为自己的傀儡，他本人呢等于就是作为总司令统领兵马。由此这位阿古柏在中国新疆的13年搅乱就正式开始了。阿古柏建立的这个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翻译过来呢就是七成国的意思。他这个七成国包括哪儿呢？包括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包括巫师这七座大城。而在当时呢，阿古柏手中呢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城池，只有喀什噶尔回城，也就是今天的喀什市，还有那英吉沙这两个地方。而当时的喀什噶尔汗城，也就是今天的舒勒县，包括其余五城呢根本还都不在他们手中呢。而从阿古柏当时所起的这个国名，所谓的国名吧，就可以想见当时他的野心不小，就想把这个七城啊全部收为己有。到了同治4年4月下旬，就公元1865年吧，阿古柏手下的兵马呢已经扩充到6000多人，兵强马壮。阿古柏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进攻啊叶尔羌大城。在当时的叶尔羌城内呢，有两支互不相统的势力，一支呢就是叶尔羌城原先的伯克阿卜杜热合满，以他为首的维吾尔族的当地的势力，另外一支就是当地回族武装啊，以这个阿訇马大老爷为首的当地的这个回族势力。阿古柏呢还挺会使计策，他就先假意啊派人给叶尔羌的这个马大老爷送信，说自己要去这个叶尔羌啊朝拜这个穆和买提合卓的麻扎。穆和买提合卓家族呢也是当地好多年的啊这个非常有威望的这样一个合卓家族势力。而后阿古柏还骗取了这个占领该城的这个维吾尔族的首领阿卜杜热合曼啊他的信任，派去信使骗对方啊，就说自己率领人马呢要去当地朝拜。至此在叶尔羌当地这两派势力，他们这两派都受了骗了，都派出这个信使吧，允许阿古柏一行啊前往。阿古柏呢说是来朝拜，实际上他率领几千这个人马啊都是全副武装。结果就在这所谓的朝拜刚一结束，他即刻指挥手下兵马就对叶尔羌城啊发起忽然袭击。忽然察觉
阿古柏率领的浩瀚军队啊，开始进攻城市了。叶尔羌城内的百姓四处高喊，他们也都非常愤怒，高喊什么呢？见到埃及岩人就杀，谁的埃及岩人就是浩罕人。于是呢，叶尔羌城这个老百姓，这些兵民吧，啊，就在叶尔羌城内和城外，和这个阿古柏的率领这个浩罕的侵略者呢，展开了殊死搏斗。一仗下来，打的阿古柏军队大败而逃。阿古柏率领残军败将从那叶尔羌往回撤嘛，就回撤途中，又碰上了库车的这个割据势力热西丁手下的大将，这位大将呢叫加马利丁，他率领的大军，黄吉之下也不得不迎战啊。结果呢，阿古柏再次被这个热西丁手下这个大将啊大败，当时他身受三处重伤，好几次就差点被这个库车骑兵啊砍死在马上。关键时刻，幸亏当时那喀什噶尔回城的这个布速鲁克，就他拥立那傀儡派来援兵，才最终使得这阿古柏啊得以侥幸逃脱。而前来与阿古柏相战的库车的军队呢，由于遭遇到这个阿古柏手下那些人手持那个热兵器，当时也是伤亡惨重啊，中途呢也被迫啊撤兵，就逃回到阿克苏了。得以喘息之后啊，你看作为败军之将的阿古柏这个人确实有本事，他竟然在返回这个喀什噶尔这个途中啊，指挥手下军队猛攻英吉沙尔这个汗城，当时是清朝守军在那守卫着。在对英吉沙尔汗城发动进攻的同时呢，阿古柏哎还打心理战，派他手下那个白山派的叛军啊，四处联系周围那些回庄人众，煽动当地那些白山派老百姓啊加入他们自己的部队啊，就是让他们说咱们一起攻打黑达耶。黑达耶这个词儿呢，本来是突厥语契丹的意思啊，也就是汉人的意思，后来就变成南疆当地人对这个汉人的一种蔑称。很短时间内，阿古柏这个匪军呢，就等于得到了附近的四五万这个当地人众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很快就攻破城池，把当地数千名满汉兵民全部残杀殆尽，得胜回到了喀什噶尔。这时候阿古柏喘息已定啊，于是他就集中兵力啊，再次攻打这个喀什噶尔的汉城。当时已被贼兵围困13个月之久，这个清军官兵啊，就汉城的清军官兵啊，已经陷入绝境，整天的吃什么皮靴啊、皮带啊、死猫死狗啊，以这个东西啊这个为食，苟延残喘，基本就是处于绝境。眼看这喀什噶尔的汉城已经守不住了，当时主持这个军队防务的清军的露营守卫何不云，就暗中啊向那个阿古柏约降，同时呢，他还派手下人劝降当时在喀什噶尔汉城主政的这个清朝这个帮办大臣奎英。身为大清臣子，奎英呢和他手下一批清军的将吏是誓死不降，而且大骂这个叛徒何不云。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如此危急，那么在喀什噶尔的汉城还能守得住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聊。清朝买房也能分期付款。在清朝初期呢，满清朝廷啊对旗人实行的是免费分房，原则上呢，一品官20间，二品官的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是7间。即使是九品官职或者那些没有品级没有工作普通旗人，也能呢每人分2间。也就是说，只要你是旗人，人人都有房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后来的旗人也是越生越多啊，这些公房呢慢慢就不够分了。当时这清廷呢就开始搞房改，等于就将先前的免费分房呢改成了福利购房。怎么个福利法呢？就是朝廷按优惠价把公房啊卖给旗人，一家呢还只许买一所，不许多买，也不许骗购。在雍正年间呢又出政策，就说这些官员和旗人用他们的俸饷还完这个房款之后，你这一家才能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而到了乾隆和嘉庆年间呢，对于这种分期买房就有了就更为科学详细的规定。比如乾隆35年就规定，房款呢在1000两以上的可以首付一半，剩下的8年付清。嘉庆元年呢又进一步规定，旗人这个分期购房就等于成为定例了，无论总价多少都是首付一半，还款期限呢则是总房款而定。比如说房价1000两以上的8年付清，500两以上的呢7年付清，100两以下的呢4年付清。
上一集说到，阿古柏呢率领这个数万匪徒吧，猛烈攻打喀什噶尔的汗城，而当时呢清军的露营守备何不云已经深知没有办法再抵抗下去，也已经坚守13个月弹尽粮绝。于是呢他就暗中向这个阿古柏约降，同时呢他还派人劝降在城内的当时的清朝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奎英。身为大清臣子啊，奎英他和手下一批的清军将领誓死不降，而且呢大骂叛贼何不云。没过多久，汉城呢就被阿古柏匪徒攻陷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奎英是非常平静，亲自用那个烟袋锅里的这个火啊，把这个早已经堆放在房间内的炸药引爆。当时呢和奎英同死殉国的包括他的妻子于氏，他的儿子玉俊，包括他的孙子灵景，与奎英同时殉国的呢还有清朝的协办大臣福珠灵阿。福珠灵阿也不是自己死，福珠灵阿的他的妻子钮氏，他的儿子英俊、英敏、英智，包括他家里数十人，都是一起在这个火药声中啊壮烈殉国。公元1865年9月1号这一天，阿古柏匪徒呢终于占领了这个喀什噶尔的汉城。入城之后，这帮匪兵啊奸淫掳掠长达7天之久，汉城之内数万名满汉的官民，包括那些官吏，还有那些军队的家属，满兵也好，汉兵也好，全被这个阿古柏手下的这个匪兵残杀殆尽。最终幸免遇难的只有清朝投降的那个露营兵的那个首领何不云，他率领手下的1000多名那个清军吧，宣称改信伊斯兰教了，他们还免于被杀头。何不云这个人呢，为了避免自己日后也被杀，他还把他自己美丽的女儿10来岁的小姑娘献给这个阿古柏做妾。得知阿古柏军队攻陷了喀什噶尔的汗城，不少流窜的那些浩瀚的残军，包括先前参与了七火车之乱的那个何卓后裔都愤愤前来投靠他。其中呢就包括何卓家族的这个后裔麦买底明基奇克何卓包括窝里罕这些人。如今呢等于是占领了整个的喀什噶尔，阿古柏的野心就更大了。同时呢由于阿古柏的他的老家就中亚那个韩国浩罕韩国本土遭到沙俄军队的强大的军事进攻。浩罕韩国那韩王艾利木库尔汗，他有个进士官叫玉努斯江的，打败了就率领浩罕韩国的7000多名这个浩罕的残军也逃过来，逃到喀什噶尔来投奔阿古柏。有了这些老乡的帮助，阿古柏就更高兴了，他的野心就迅速的急剧的膨胀，同时呢也完全打消了他日后回归浩罕故国这种念头。他就坚定心意，就决定率领手下这些浩罕的军队，包括这个喀什噶尔周围的这个白山派的教众，他要吞并整个新疆，在这里呢他要建立起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新的这所谓的国家。当年年底，阿古柏呢又第二次猛烈攻打叶尔羌，但是还是没有打下来。于是呢他就派出自己那老乡玉努斯江率领7000多名这个浩罕侵略军就替他自己猛攻叶尔羌。玉努斯江猛攻叶尔羌，阿古柏本人呢他就东出攻击哪儿呢，巴尔楚克。巴尔楚克这个地方就位于喀什噶尔通往叶尔羌阿克苏的要道之上，所以说对这个地方阿古柏是必欲得之。由于众寡悬殊，巴尔楚克守城的满汉军队呢，那些军人在杀敌数百之后合城自焚而死，壮烈牺牲。乘胜得势，阿古柏就和这玉努斯江双军会合，玩命攻打叶尔羌。最终呢打的守城那个回族阿轰，那个外号马大老爷的这个阿轰，打的他也支持不住了，只得开门投降，深恨先前叶尔羌城内这些老百姓抵抗自己的军队。因此阿古柏匪徒又在叶尔羌城内大杀了一阵。稳定下来之后，阿古柏就任命老乡玉努斯江任命他为叶尔羌的伯克，
攻下叶尔羌，那么阿古柏下一个目标哪儿呢？就是和田。阿古柏呢派人先到和田，告知城内的帕夏啊哈比布拉，对他说什么呢？我自己率领军队前往，不是要攻占这个和田，我是要朝拜啊这个泽比乌拉他的妈扎。泽比乌拉这个人呢，等于是和田当地特有名望的这个伊斯兰教的长老。哈比布拉一听这个消息呢，还挺高兴，马上率领自己手下的一行人，哎，到城外亲自迎接。双方见面之后呢，天已经擦黑了，于是夜幕之下，哎，大设这个大帐，还进行宴饮欢歌。大宴席刚吃到一半，只见这个阿古柏脸一沉，手一挥，忽然就上来一群的浩瀚士兵，每三个人为一组，两个人摁住哈比布拉，还有他手下那些从人。然后身后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挥刀，刀光闪过，哈比布拉这一行人全部是人头落地，看着满帐的鲜血，阿古柏呢狞笑数声，即刻发布命令，指挥他手下大军即刻攻打和田。猝不及防啊，和田城很快就失守了。阿古柏手下那些浩瀚军人毫不留情，残杀了当地50,000多维吾尔族的军民。一时之间，和田城内大街小巷到处流淌着鲜血啊，绝对是血流有声。我们想一想，半年多前刚刚被这阿古柏杀掉脑袋这个哈比布拉，就在城内杀了好多的汉族和回族民众。如今呢，你看又轮到他自己和他手下也被这阿古柏杀掉，所以说世事轮回啊，真是让人难以逆料。阿古柏呢攻城略地，节节胜利，浩瀚军人在各地为所欲为，耳闻目睹。身为傀儡这个布速鲁克，他人那不在喀什噶尔吗？他也待不住了，天天是忧虑恐惧。于是呢，在他手下一帮吉尔吉斯人的鼓动下，布速鲁克等人呢就占据了喀什噶尔汗城，然后又派人到喀什噶尔的回城，就劝说城内的长老啊，宣布阿古柏为不受欢迎的人，企图呢趁机摆脱阿古柏对他的统治。谁料想，喀什噶尔回城内那些长老、那些阿訇，一个呢是迫于个阿古柏的淫威啊，这个人兵力太强大了；第二呢，是因为先前啊，这和卓家族啊，包括那窝里罕那些人啊，倒行逆施，他们对于和卓家族的后裔是非常失望，所以这些长老断然拒绝了布速鲁克的要求。于是呢，布速鲁克没办法，只得啊苦苦的据守汉城。得知布速鲁克占据汉城背叛自己，阿古柏不敢怠慢，马上率领兵马星夜返回，开始围攻喀什噶尔汗城，围打了41天，最终呢，阿古柏攻入汉城，把这个布速鲁克也抓起来了。抓起这个布速鲁克之后，不能把他放在他祖先的这个祖籍地喀什噶尔啊，不能放在他老巢啊，就白山派徒众还这么多，怎么办呢？就把这布速鲁克送到英吉沙尔来软禁。隔了几天，阿古柏得闲，亲自去到了英吉沙尔，对外说什么呢？要和这个布速鲁克宴饮欢聚，重归于好。布速鲁克本来害怕这个阿古柏要杀自己，现在听说阿古柏来拜见自己，特高兴。他就觉得，你看，没有我，你阿古柏在这个白山派啊，这个南疆地区，你根本就待不住。结果呢，这布速鲁克落座不久，刚和这个阿古柏唠两句嗑，忽然就冲上来两名身强力壮的浩瀚兵士，就把他死死地摁坐在当地，无法动弹。阿古柏呢，这个时候掏出一把小刀，哎，从后面抓住了这个布速鲁克的头发，割喉宰羊一番，哎，慢慢拉，把这位和卓后裔脑袋呀，慢慢就给切了下来，放在手里端详了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把布速鲁克的脑袋扔到了地上。杀了布速鲁克之后呢？阿古柏对外宣称，就说你看我非常宽仁，布速鲁克虽然背叛我，但是呢我还是把他放了，我已经派人呢把他护送到去麦加朝圣去了。把这布速鲁克杀掉之后呢，阿古柏当时心里还不放心，觉得还是需要呢得扶立另外一个和卓后裔给自己当招牌当傀儡。于是呢，他就找到布速鲁克的堂兄麦买底明，就以他为韩王，代替布速鲁克呢，就等于作为阿古柏伪政权那种傀儡。阿古柏这个人深知宗教在新疆的那种力量，所以说他到达新疆之后呢，
他一直是以这个教法的捍卫者自居，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欺骗当地老百姓的人心。而且呢，阿古柏大兴土木，在当时改建和扩建了不少宗教建筑啊，包括什么阿帕克和卓麻扎啊，喀什回城内的什么艾提卡尔清真寺啊，等等等等吧，绝对是不吝物力财力。短时间内呢，他还骗取了不少当地信众对他的信任。但是，一旦这阿古柏啊这个站稳脚跟之后，他对这些和卓后裔就不再客气了啊，觉得这些人没什么用处了。买买底明被阿古柏立为傀儡之后呢，这个人由于十几年前啊，他就在喀什噶尔发动过这个七和卓之乱，和他那堂弟布速鲁克相比呢，这个买买底明不是说特别好控制，而且他还暗中勾结周围的那些白山派的信众，很有异动起事的这个意思。得知消息之后呢，阿古柏也是先下手为强，就把这个麦麦底明拥立了四个月之后，就派人携带毒药，把这个麦麦底明和他的兄弟基奇克和卓啊全部都毒死，得强行的灌毒而死。很快呢，阿古柏又听说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先前以残暴闻名的那个窝里罕和卓，这个人竟敢率领他自己手下一帮人，在喀什噶尔回城那大街上高呼什么呢？现在是窝里罕和卓的时代到了。听到这个消息，阿古柏啊当时都被气笑，他马上派人招抚，说自己呢要请这个窝里罕吃饭，商议呢现在要推他当做新的汗王。窝里罕一听这个阿古柏要见自己，特高兴，深感自己的这种和卓后裔的身份就是管用，大摇大摆率领手下一行人进入阿古柏的营帐。结果他刚一进帐，迎接他的不是阿古柏的笑容，而是迎头一顿乱棒。当时打这个窝里罕不仅是满头是血，他两个腿当时完全被打断了。接下来阿古柏一声令下，把这个先前凶残成性的和卓后裔窝里罕拖到一个废井旁边，高高举起，就把这窝里罕扔到了这个废井里面。窝里罕被扔到里面之后，当时还没死啊，就不停的在里面哀求嚎叫啊，求这个阿古柏饶了自己。阿古柏能饶他吗？肯定不行啊，这手下那些人往井里不断的乱投那些碎石，这石头还都不大，大大小小反正就正好能把这个窝里罕啊砸得重伤。阿古柏手下那些人呢也不是急于杀人啊，就跟砸一条这个疯了的野狗一样啊，就弄这个小石头块往里砸，最终呢把那窝里罕和卓啊砸的等于就是窒息受伤而死，实际上就慢慢的那种折磨而死。至此乾隆时代开始叛乱的大和卓布拉尼敦，他所有的在南疆的后裔基本上都被阿古柏杀得一干二净。阿古柏这个人呢绝对是个坏人，是个血债累累的入侵者，但是他对南疆和卓后裔的这种大肆屠戮却替呢这个清帝国朝廷呢干了一个非常利索的活，等于就是替大清根除了一直非常棘手非常难以这个除根的啊这种和卓祸根。到了同治五年啊，就是公元1866年吧，由于阿古柏呢这个时候已经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那个所有的土地都占领了，得意忘形，他就开始自称什么呢，毕杜勒特，而且他还宣布他自己这个伪政权是什么呢，洪福汗国。在此之后啊，这阵已经膨胀至极的阿古柏啊就下决心要把整个新疆征服啊，作为他自己新王国的国土。同治六年五月，公元就是1867年这一年吧，阿古柏呢就亲率他的手下那些军队，就是以那些浩瀚军人为主力的数万大军吧，杀到拜城以西的察尔齐，开始和谁打了呢？就开始和热西丁派来迎敌的库车军队开始大战。这两方面的军队从早晨就开始打，一直激战到晌午，结果呢，阿古柏军队大胜，杀掉库车军队30000多。由此一来，这库车城就危在旦夕了。得胜之后呢，阿古柏也是故技重施，派出使者啊，这个入得这个城门吧，到那库车，对那个热西丁啊大打这个宗教感情牌。阿古柏怎么说呢？说我到这儿来根本就不是为跟你打仗来的，我本来就是朝拜当地的圣人加拉列丁和卓他的麻扎，听说阿古柏要偃旗息鼓和自己兄弟相处，也真奇怪了，刚刚还和阿古柏打得你死我活的，
啊，双方死亡数万，结下血海深仇的，哎，这个热西丁，他现在竟然同意了这个阿古柏的要求。当然了，毕竟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败，热西丁功绩呢勉强可抗啊，也觉得自己难以成功，所以呢，明知是机，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大开城门，把阿古柏这一行人呢，哎，迎入到库车城内，然后大摆宴席，表示热烈欢迎。双方见面之时呢，这热西丁和阿古柏都下马，热情拥抱，各自亲吻了对方的大胡子。结果第二天早晨，阿古柏就派人向城中百姓宣布，说什么呢？就在昨夜，这个热西丁大人啊，高兴至极，喝酒喝多了，忽然就死了，高兴死了。当地人听到这个消息呢，哎，心中也跟明镜似的。那这热西丁大人肯定是被这个阿古柏啊，在夜间给做掉。不过呢，这次兵不血刃进入到库车城，阿古柏呢就没有再像先前那样屠城。为了笼络人心，他就任命已经归顺的这个热西丁的弟弟担任库车伯克。接下来，阿古柏又乘胜占领了这个喀拉沙尔地区。喀拉沙尔地区呢，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库尔勒和焉耆那一大片地方。当然了，阿古柏当时建立的这个红福汗国，实际上和这个沙皇俄国、英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对他的支持是不可分的。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者，先后向阿古柏提供了大批枪支弹药，包括军械设备，而且还派出了好多顾问和间谍到他的军中。仅仅在1875年的一年之内，英国人呢一次就从印度给阿古柏啊运去了连发枪20000多支、8门山炮，还有2000多枚这个山炮的炮弹。阿古柏呢当时还承认奥斯曼土耳其作为他的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呢，哎，投桃报李，就册封阿古柏为艾米尔。艾米尔等于就是伊斯兰教政权的首领啊。奥斯曼土耳其的举动呢，就是妄图使阿古柏伪政权啊，他当时这个政权在伊斯兰世界等于完全合法化。为了报答奥斯曼土耳其啊这个宗主国对他这个好处吧，阿古柏从土耳其就一次购买新式步枪10000多支，还购买了8门火炮，花了好多钱。而在当时呢，沙皇俄国也是对阿古柏大加支持，曾经派出这个索莫夫还有莫罗佐夫兄弟这2支商队，从这图尔卡特山口啊运送了大批的军火到那喀什噶尔，支持阿古柏军队。为讨好沙皇俄国呢，阿古柏还派去他自己的外甥阿基托拉亲自前往彼得堡，给这个沙皇啊带去重礼，面谢沙皇。1872年和1874年，阿古柏分别和俄国、英国啊签订条约，就俄阿条约还有英阿条约，出卖中国主权利益。上述种种事实证明，阿古柏这个贼头啊，就是当时沙俄和英国的忠实走狗和代理人。这个人就是个非常极端残忍的原教旨主义者，就是新疆当时大乱的祸头。阿古柏上窜下跳啊，猖狂至极，等待他的下场是什么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上一期呢，我们就说到啊，清朝当时买房啊能够分期付款，但在当时呢，也不是说人人都能买得起房，尤其是清朝首都北京的房子。在清朝入关的早期，就顺治年间就有相关规定，规定什么呢？其地其房一概不准点买，如有设法借名私自行点买者，业主受主俱照为治律治罪，地亩坊间价银一并撤罪入关。到康熙和雍正年间呢，也有相似的律令法规，就是想使这些房屋啊，这个所有权一直保存在这个旗人手中。但时间进入了乾隆朝，在内城买房的这种现象呢，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活跃了。而当时的官方呢，对于买房之人就没有身份上的限制，无论是官员啊、兵丁啊、拜汤阿啊，这些人都可以购买这个内务府的官房。而从当时史料上看呢，当时房价怎么算呢？它是按照房里的多少来作价，而当时的每间房屋呢，按照这个房里的里数啊，按照这个房里的这个等级，从5两呢到100两不等。由此可见呢，那个时候你在北京买这个一间小屋吧，应该有几十两银子就能买到了。但是如果你想买一套就像影视剧中显示的那种大四合院，那肯定呢还得出不少钱。
上一集说到，阿古柏这个贼头呢，在我们中国新疆啊，建立了他所谓的红福汗国。1872年和1874年，啊，这贼头呢，分别和俄国、英国还签订了什么俄阿条约啊、英阿条约啊，又出卖中国主权利益。种种事实证明，阿古柏这个匪头就是沙俄英国的忠实走狗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当时就在这两大帝国主义势力，包括这个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帝国的支持之下吧，阿古柏就陆陆续续的嘛，派出他手下的军队攻陷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墓地、穆雷、马纳斯，包括鄯善广大的土地。当时逼的这个势弱兵寡的清朝军队只得干嘛呢？退居塔城乌苏一线，就龟缩在有限的几个军事据点之内艰难固守。一时之间，阿古柏甚嚣尘上，当时的新疆啊，哎，基本上啊都落入他的魔爪之中。清朝政府呢，也正是在左宗棠啊这些人的极力劝谏之下，在1874年年底，北京的清朝朝廷啊，终于在海防塞防之间呢，做出了艰难的抉择。当时呢，就调集以刘锦棠为首的湘军、豫军、川军，包括吉林和黑龙江的马队，西进陕甘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呢对这个阿古柏伪政权啊予以痛击。光绪元年3月10号，就公元1875年这一年，清朝呢就任命内阁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划西征阿古柏的事宜。由此，我们这位伟大的文人统帅就等于是担任了大清西征大军的总指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伟大的这个爱国者左宗棠大人，包括他手下的刘锦棠这些人啊，他们对新疆的收复和经营。清廷内部呢，所谓的塞防和海防之争呢，由来已久。最早呢，应该归咎于李鸿章啊，当时对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让步。本来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啊，实际上挺单薄的，李鸿章呢妥协退让，使得当时的清朝吃了大亏了。这事儿过后呢，清朝的朝廷啊，包括李鸿章那些人，他们并没有认真汲取啊这个从前的经验，就把国家失败的原因单纯的啊归之于海疆被虚啊，以此为借口。从那儿开始，清朝的决策机构那总理衙门就开始这个倾尽全力从事什么呢？造船啊这样的事务。当时筹办海防啊需要巨额的经费，而清廷呢对西北用兵开支更是非常巨大，清政府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为此呢，清廷内部才掀起了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孰轻孰重的这样巨大的论争。塞防和海防之争呢，发端于什么时候呢？就1874年底，李鸿章他写了一个奏书，这个奏书的名字呢就叫《筹议海防折》。在这个折子当中啊，李鸿章就认为历代被贬确实是多在西北方，但从鸦片战争以来事情大变，战争呢多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中国东南海疆呢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只要是一国生事，马上呢各国购山，所以呢中国是防不胜防。所以李鸿章就建议练兵制器，购买铁甲舰乃当务之急。李鸿章呢当时还公然宣称朝廷就应该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新疆呢北临俄罗斯，西边呢又是土耳其啊、波斯啊那些回国，南边呢又进英属印度，即使勉强把这个被夺占的领土把新疆啊给收回来，将来断断不能久守。所以李鸿章在这折子当中得出结论，收复新疆这些旷地费时耗钱。你想他当时称新疆为旷地，所以呢还是应该舍弃新疆，先保证了海防不失。李鸿章当时身份特殊啊，官职是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啊，地位非常显赫。因此呢，当时的山西巡抚这个鲍元申啊，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这些人吧，都上折啊支持他的主张。而当时朝中的刑部尚书从实，这是满族人，他也表示
先秦曾国藩曾大人啊就有斩弃关外之谋，如今呢大学士李鸿章和曾大人呢是一脉相承啊，确确实实都是老臣谋国之见啊，就应该听他的。朝内朝外这些高级官员啊支持附和李鸿章，当时就连光绪皇帝的生父奕轩他也认为李鸿章呢请罢西征乃大清最上之策，省钱省力，一时之间放弃新疆停兵撤饷啊，这样的这个声音呢甚嚣尘上。最关键的时刻还是左宗棠左大人力挽狂澜，他当时呢和这个军机大臣文祥、山东巡抚的这个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这些人联合一块上折子，力陈保江抗俄的重要性。他们就认定啊，只要俄人不能惩治于西北，则各国必不敢构信于东南。针对当时李鸿章那些人的论点呢，左宗棠也是据理力争，他就做出了如下英明神武的论断：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必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锡可称。若新疆不顾，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遇侵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厌眠之日。研究来研究去，考虑到新疆呢，作为中国边陲屏障这种重要性吧，清廷呢最终还是采纳了左宗棠这些人的主张，就在光绪元年3月28号，这个颁布了谕旨，就是公元1875年5月3号这一天了，任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呢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让他这个和左宗棠一起吧帮办新疆军务。同时呢清廷又下令把那景琏、袁宝恒都调回到京城，就使得左宗棠啊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的指挥权，就没有人在他旁边啊能够对他形成障碍。光绪元年清廷做出的决定呢，说句实话，最后的最高的授权呢还是来自慈禧老太太。所以你甭看慈禧这老娘们儿一辈子干了不少坏事，但是在启用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件事上啊他也是有功的。为了收复新疆呢，左宗棠当时也是殚精竭虑，用了这个一年的时间从事战前的准备。正式作战之前呢，左宗棠他锁定的西征的政治方针呢啊就是这个四个字：剿抚金师。剿自然就是针对阿古柏，包括他背后的英俄啊、浩罕这些外来的侵略势力，包括当时从陕西逃到新疆的那个白彦虎的这个叛乱集团。抚的对象肯定是指人口占新疆绝大多数的原住居民了。军事谋略方面呢，左宗棠左公他这个对新疆的用兵啊就是八字方针：先迟后速，缓进急战。什么叫缓进急战呢？就是要着眼于解决长距离作战这种后勤保障问题。这个迟是什么意思呢？迟就是要后勤完备。速是指什么呢？就是在进击的时候要采取速战速决的这种战略。针对当时新疆地区啊这个广袤的净土这样的一种现状呢，左宗棠左公又采取先北后南这样的战略部署，就准备率领大军首先攻占北疆，率先把这个乌鲁木齐啊等于这一全疆啊最重要的要经地区啊先收复，而后呢再继续进军南疆，向西收复义犁。而在当时呢，清朝的朝廷那些大臣们在对新疆那个作战方向上啊内部意见也是一直不一的，达不成一致意见，到底是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还是南北并举，一时之间吧议论纷纷。左宗棠接受任命之后呢，最终他自己拍板啊，决定作战方略就是先北后南。南部呢是阿古柏的老巢，还得有他的主力军队屯驻地，叛匪在当地呢经营时间很长了已经。北路方面呢是由白彦虎、满仁德匪帮啊这些人据守，这伙匪徒的能战之兵啊不多，不过6000-7000人，他们和这个阿古柏啊他们之间也是互相猜忌的。这些人呢不耐大战，打不了主力决战，但他们有一个擅长，擅长什么呢？绕袭奔窜。所以呢左宗棠这个先北后南就说先攻北路，一来可以避实就虚，突破敌人薄弱防线，二来呢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清军北路进兵之时呢，如果阿古柏都师北援，清军呢就
可以经过几次这个大战之后啊，重创这些离朝之敌。此外，由于这哈密巴里空古城啊，包括这个吉姆萨就是今天的吉姆萨尔啊，这新疆的吉姆萨尔，就这几个军事据点呢，还都在清军控制当中，就可以保证新疆和内地的交通要道的畅通。尤其当时天山东部的哈密，那是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所以呢，左宗棠本人他就在当地，就在哈密那里呢指挥全局。这样一来，东北呢就能和乌里雅苏台啊相呼应，西面呢就可以直取吐鲁番、乌鲁木齐。只要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一来呢可以扼其总要，二来呢就驻守有地了，然后再加兵南路啊，自然是胜算在握。当然了，左宗棠左攻先攻北路啊，占领乌鲁木齐呢，还可以制止义犁当时那俄军呢啊向东窥探。因此，左宗棠啊对于沙俄军队的这个趋势和走向是非常关注的，他就知道沙俄的野心是非常非常大。用兵征战呢，关键就是在于选将。左宗棠他本人作为湖南人啊，自然挑选多年以来跟随他战斗的那些楚勇，还有老湘军当中的什么刘锦棠啊、张耀啊、金云昌啊、徐占标啊、易开俊啊、董福祥啊等等这些能战之将。而后呢，他又在军队中啊淘汰那些老弱残兵啊，采用精兵战法，严明纪律。大战之前，左宗棠呢也是训练严明，而且派人从德国采购那新式的后膛大炮，什么开花小炮、什么快响枪、来福枪等等等等吧，不少新式装备，等于就是为他自己所率这个平叛的清军啊，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那种新式武器。打仗除了武器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粮饷问题。左宗棠对什么后勤保障啊，对粮饷也是悉心安排，当时就从附近的各省借调粮饷。清军在哈密修水渠、屯田的同时呢，针对新疆路途遥远这样的情况，左公还在沿途啊广设这种粮运台站。由此一来啊，清朝方面等于就是官民结合，节节转运，就保证了大战开始之后粮草的一种充足的供应。光绪二年四月，就公元1876年，当时的左宗棠左公65岁啊，悲歌慷慨，令人抬棺惜征，就表示说我这次如果收复不了新疆，我死也死在那儿。左公本人挂帅之后，就指定刘锦棠担任总理西征大军的这个营务事宜。也就是说，刘锦棠将军呢，就是当时清军的前敌总指挥。当时刘锦棠这个人还真挺年轻的，刚过而立之年。遵照左公左宗棠这个先北后南这样的作战方略，他就率领手下的湘军，包括其他各部清军吧，就开始了伟大的收复新疆的啊这样的战役。早在一年前呢，刘锦棠率领他手下人马驻扎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甘肃的武威。在当时他就积极的整军备战，先将55营的老湘军精简成25个营。而后呢，他又结合新疆的敌情，包括这新疆的地理特点，他率领部下进行了一年多的作战训练，等于就为收复新疆啊就准备了一支能战的这样的劲旅。光绪二年4月26号，也就是公元1876年了，刘锦棠呢依据左宗棠缓进急战这样的战略方针，就在宿州统帅25营老湘军，就开始向新疆进军了。这些湖湘子弟呢就分批啊经过了千里戈壁向北疆进军。当时清军啊是初夏出军，但经过审时度势，刘锦棠呢最终就决定什么时候打呢，新谷遍野有粮可饮的这个新秋之际发起北疆正式的作战。因此呢，在当年的7月下旬，刘锦棠就在吉姆萨与这个金顺率领的39营人马呢合军。清军首先呢进占阜康，就准备攻打这古墓地，古墓地就是今天的米泉，就想一举啊攻克这乌鲁木齐啊前面这个屏障。而当时贼军叛军啊防守乌鲁木齐地区的是谁呢？就是有先前投降阿古柏这个马仁德啊，还有白彦虎啊，这两个人加起来部队呢有2万多人。马仁德呢就是从前那妥明伪政权的他的这个军事指挥官，白彦虎呢是从陕西跑到新疆的这个匪徒的首领。所以在当时的古墓地呢有6000多叛军驻守在那里，
而从府康到古墓地，当时有两条道路啊就可以走。一条呢是途经戈壁，缺乏水源，但是没有敌军防守的大道；另外一条呢是途经黄田啊，水源特别充足，但是呢有重兵防守的小路。白彦虎这帮人呢啊，经过多年和清军的打仗，非常有经验。他们在战前就使出种种手段，就是想迫使清军就走大道。一旦清朝大军经过这戈壁，很快就会陷入呢人马可发仗的困境，到时候呢就能一举击败清军。如果清军真走了大路，当时呢肯定是疲军对敌，那得胜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刘锦堂当时呢也是将计就计，在8月8号这天，他就大张旗鼓派出部队，沿路掘井挖渠，开沟引水，就摆出一副什么呢啊，清朝大军啊就要走大路这个架势。虽然我经过戈壁，但是我准备充足，就摆出这样的架势。谁料想，就在10号夜晚，他本人忽然率领精锐部队，就从小路进击，当夜就夺取了叛军所占据的黄田。第二天，清军就一举进围了古墓地。围城之后，清军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清朝的皇家消防队，紫禁城呢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其中的建筑构件大多数都是木头。在明朝呢，主要是由这个皇家禁卫军啊负责救火，所以说明朝并没有专职的这种防火机构。但从清朝开始，从顺治的皇帝开始，紫禁城内呢就设有皇家消防队。如果我们看《钦定大清会典释例》，就发现呢有这样的记载：8旗火班是当时宫廷中的灭火队，一共呢设有8处，每处都有满汉蒙3旗的军队驻守，每旗呢包括官兵91人。与此同时呢，清廷还制定了相对完整的消防制度。嘉庆朝呢有紫禁城火班章程，其中对火班兵丁啊、值班啊、灭火、巡逻啊、看守明火啊、什么消防器材维护等等吧，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而消防器材方面呢，我们要看那个清会典当中就记载，皇宫内呢共设有水缸308口，而且还安排专人每天进行挑水和维护。看清朝的那档案，有关这个消防防火的有一种器具叫机桶，机动的机，木桶的桶。机桶呢在当时又称水龙，就是消防器材之一。它是利用这种杠杆原理和活塞原理，通过这一提一压，把水桶那个水喷射出去，最终达到灭火的目的。这种东西就叫机桶。除了专业的消防队以外，清宫内啊还设有37处火烛班这个值班点，这些值班点里呢都配置了防火的器具。由此可见，在清朝的紫禁城这火灾次数啊相比明朝少多了，就是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救火机构了，有专业的消防机构了。上一集呢说到，刘景堂他率领清军啊，非常迅速的包围了古墓地。敌人被包围之后呢，刘景堂马上命令炮队在城外修筑炮台，瞄准目标之后迅速发炮。几声巨响过后，清军的开花大炮就把城墙啊轰塌了几个缺口。接下来，刘景堂就马上命令突击队从缺口处攻入，啊，抢入城内。即使城内这些叛匪能征善战，死命抵抗，清军呢也是非常能打，就在10月17日当天占领了古墓地，全歼当地守敌。攻取古墓地的时候呢，刘景堂又从敌营缴获那些信中那些文件当中呢得知，敌人呢当时多在外围，乌鲁木齐城内的防守啊反而十分脆弱，他就知道这个消息。当时乌鲁木齐城内
那些守敌也是万分火急，就不停地派出这个信使，向人在南疆拿古柏啊哀求，就希望拿古柏赶紧发出援兵。刘锦堂审时度势，就觉得给敌人以喘息反应的机会，他呢就在古墓地只留下两营的兵力防守，自己啊率领大队人马稍事休整，当时就是星夜奔往乌鲁木齐。转天黎明时分，清军部队呢已经到达了乌鲁木齐的外围，而后呢为了震慑敌军，刘锦堂就指挥炮队在六道弯的山梁上就架设大炮，向城内猛烈射击。城内是谁呢？就是马仁德、白岸虎啊，这两位匪首。但这个两人呢就没有想到清军来的是如此这个速度之快，炮声一响，这两个人就吓得六神无主，很快就弃城南逃。收复乌鲁木齐之后呢，刘锦堂就指令他手下的这个将领金顺率领这个一部人马西攻昌吉，包括这个忽图壁还有马纳斯这几个城市。他本人呢就率领老湘军啊清剿当地那些残敌，准备城市啊继续南进。谁料想马纳斯南城的守敌呢负隅顽抗，金顺部啊他那一部的清军呢久攻不克。于是呢刘锦堂又派出手下的这个将领罗长户率领十一营老湘军啊即刻驰援，并在十一月六日当天把这个马纳斯城这个南城啊给攻克了。啊，城内那些负隅顽抗的残匪啊全部都被清军歼灭。眼看严冬已至，大雪开始封山了，刘锦堂呢还是遵照左宗棠先前给他的教诲，在当地呢耐心的整编备战，准备来年春天再大举南进。阿古柏呢得知乌鲁木齐失守的消息之后大惊失色，马上从这个喀什噶尔啊赶到托克逊，亲自部署这个防御。同时呢他还派出的心腹艾克穆罕率领部骑8500人，会同这个马仁德、白彦虎的残部吧，包括10000白山派的一些民团固守吐鲁番。同时阿古柏又命他的手下的大总管艾义德尔·胡里率领部骑4400人坚守达坂城，还在这个东西天山的隘口之间呢筑起了一座新城啊，准备阻止清军的进攻。而后他又派出他的二儿子海果拉率领部骑6000人啊，坚守托克逊。由此一来呢，这个三座城池可能就能互为犄角。经过一系列的安排吧，阿古柏就觉得这三座城池固若金汤，清军南下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公元1877年4月上旬，春暖花开啊，刘锦堂就按照左宗棠三路并进的部署，与另外两位清军将领，一位叫张耀，一位叫徐占标的与这两位将领就约定，咱们三部啊同时进发，就避免三处守敌啊互相呼应救援。4月14号，刘锦堂呢率领31营人马从乌鲁木齐南下，就在4月16号那天包围了达坂城。黎明时分，刘锦堂也身骑一匹高头大马，就围这个城啊侦察敌情。守城的敌军呢看到有清军前来啊，忽然发炮，刘锦堂的坐骑中弹倒地，结果呢这位湖南爷们儿脸上没有任何的惧色，意气弥厉，一马而前。摸清了达坂城的城防的情况之后呢，刘锦堂就命令他手下那些各营啊那些老湘军环城挖壕筑垒，对达坂城呢就进行严密的包围，绝对是围个水泄不通。同时呢他又指挥手下的这些清兵构筑炮台，准备对这个达坂城进行强攻。不久之后呢，阿古柏的二儿子海果拉派人2次前来增援，就想给清军来个反包围嘛。但这种伎俩早就在刘锦堂这个估算当中，因此呢每次这个海果拉率领敌军前来这个进击吧，清军对援敌都予以迎头痛击，打的这个海果拉手下那些救援队吧最终是掉头而逃。眼看呢自己坐守无望，外面的援军呢也过不来，所以阿古柏手下的爱将艾义德尔胡里呢就知道绝对不能固守等死，他干嘛呢就准备率军趁机突围想往南逃。刘锦堂呢一直就担心达坂城的守敌突围之后呢难以把他们全部歼灭掉，于是就命令他手下的军队在夜间呢点燃火把，当时照着跟白昼一样，
就密切监视城内的一举一动。到了4月19号傍晚，清军的城东炮台啊就已经筑城了，就一直垒那炮台嘛，得需要时间。刘锦棠一看炮台筑城了，当即下令用这个普鲁士制造那个后装线膛开花大炮向城内猛轰。这些德国进口大炮威力巨大，轰隆声中，城内那些守敌他们那有弹药库吧，也被这个大炮啊这炮弹击中，一下就爆炸，成百上千的敌军呢，包括那些战马、啊、就被炸成碎片。当时那空中 啊就蹦满了敌军的这个尸体，还有那些马的尸体的残片。不仅大炮威力大，当时呢还忽然的刮起了大风，一时之间呢烈火燃遍了全城。惊慌之下，困守城内那些这个敌军呢，那些匪军呢，还四处惊溃。这些人呢就打开城门四散奔逃。刘锦棠呢一面指挥手下各营截击歼灭这些敌人，一面呢就让人喊话这个劝降。眼看清军势胜，炮多人众，守城这些匪军的头目就纷纷举手投降。阿古柏那手下爱将艾义德尔胡里他本人也被活捉。由此呢清军就在打板城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歼灭战。我们要知道这些匪徒先前在各地杀戮了无数满族、汉族、蒙族的士兵和平民老百姓。但这个时候呢，刘锦棠就遵照左宗棠先前对他的嘱托，对大批俘虏实行宽待政策，把好几千人这些残匪，既然你缴械投降了，跪在地下把刀放下，把枪放下，好，免你们一死，把这些人都释放回家。临行之前呢，还给这些人发衣服啊、这个路费啊、干粮啊什么的。当时呢，刘锦棠手下就有将领就问刘锦棠，此辈贼人先前非常残忍，杀人无数，理应尽戮，奈何纵之？刘锦棠呢就表示说，把这些人放走，让他们回家，就是让他们沿路这个宣扬我们大清的这个威德，武欲以不战胜之。就是在清军在刘锦棠那种宽大政策的感召之下呢，附近叛乱那些匪众愤愤投诚，就连在打板城内被俘的那艾义德尔忽里也对大清军队感恩戴德，就主动呢给他那个主子阿古柏写信，就也向阿古柏劝降。在清军进军南疆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也正是由于刘锦棠始终实行这个宽待俘虏的政策，对于这个分化瓦解敌人确实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攻占打板城之后呢，刘锦棠马上又分派他手下将领罗长户率领步骑六营和这个张耀徐占彪这两路人马合兵一起，然后干嘛呢？疾驰吐鲁番，三部兵马合军呢，力量很大。就在4月26号这一天呢，攻占了吐鲁番。刘锦棠本人呢，亲自率领一部骑兵，飞奔前往托克逊，就截住了大批准备南逃的敌军。经过一场激烈的大战，除了阿古柏的儿子海果拉率领2000多人狼狈逃往库尔勒之外，清军这一战下来，歼敌4000余人。至此，历时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刘景堂等于就胜利地结束了攻占三城的战役。清军占领托克逊之后呢，刘景堂就决定等到秋粮采运充足之后，清军呢再继续南进。由此呢就慢慢的把这个南疆的八城呢全部给这个收复。但就在这期间，阿古柏那方呢内部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了什么事儿呢？就在当年的5月29号那天，阿古柏服毒自杀了。当然了，有关阿古柏之死啊，好几种说法，有的是说他中风而死，有的是说他被部下打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阿古柏被他委任的那和田伯克尼阿兹给毒死的。不过呢，我们要看现在的这个左宗棠奏折啊，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清军从这个敌军俘虏当时录的口供吧，种种材料汇集在一起，就能得知阿古柏呢应该是死于自杀。当时清军势盛，手下叛逃的人呢越来越多，加上当时阿古柏又听说他自己的心腹尼阿兹都准备这个献城投降，还有呢他有一个贴身随从叫吴守尔的，又携带大批金银财宝，提前叛逃了，所以呢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的阿古柏确实感到那种末日来临的恐慌，日夜忧泣。为了避免自己日后被清军这个生擒活捉之后呢送到北京细剐凌迟，随着阿古柏他还挺聪明，
他就选择了服毒自尽。由此呢，这个血债累累的贼头，最终呢，他还是逃过了在北京那种公开处决、公开凌迟，自己服毒自杀呢，等于是得了一个好死嘛。阿古柏死之后呢，他的二儿子海古拉把他爹弄一口大棺材里，然后呢，携带他父亲的尸体呢，就往南走，准备返回到喀什噶尔，想把他爹这尸身啊，葬在这个阿帕克和卓那个陵墓之内。刚到喀什噶尔城外，海古拉就遇到了前来迎接灵柩的他大哥伯克胡里。伯克胡里呢，作为阿古柏的长子啊，当时也是泪眼迷离，啊，顿时啊就趴在这个棺材前大哭。看到大哥哭，海古拉呢也随着这个跪下来，也跟着哭。谁料想，伯克胡里忽然站起身，随手就掏出一把手枪，抵住他二弟太阳穴，啊，咣了一下扣动了扳机，当时就把这二弟海古拉打得脑浆迸裂，死在当地了。伯克胡里呢，他是阿古柏的长子，按理说他不应该啊忌讳他的二弟会和他自己争夺那汗位，但是呢，豺狼心性，这一代一代人啊都不是好人，歹毒啊异常，所以呢，这伯克胡里就先下手为强，等于呢就为他自己继承阿古柏他爹的这个汗位呢消除了任何障碍，杀了自己的二弟，伯克胡里呢就在喀什噶尔继承了阿古柏的这个汗位啊，正式算是登基了吧。看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他还举办一个仪式。而后呢，他就留下部分人马防守东四城，他本人呢自己率领主力人马退保西四城。光绪三年八月十三号这一天，就公元1877年，为了防止布速鲁克的侄子艾克木汗回到喀什噶尔和自己争权夺利，伯克胡里呢忽然还发兵北上，又把这个艾克木汗给打败了，占领拉克苏。艾克穆罕没想到就自己人打自己人啊，也没办法，逃出边境，就投入到这个沙皇俄国境内。9月5号，伯克胡里这不打胜了吗？把那个艾木可汗给打走了吗？他本人呢就从阿克苏又返回到喀什噶尔，就开始休整军队。刘锦堂仔细分析南疆八城的地理，包括敌军的分布情况。而后他就把这个清军进军南疆的部队呢分成两大集团军，以他自己的老湘军为第一集团军。一心一意的杀脚突进，然后他就命令张耀率领他手下的人马为第二集团军，且战且防，耐心推进。9月27号，刘锦堂本人就率领第一集团军啊，这个32营吧，先期出发，在这个10月2号那天呢，就到达了曲会。为了彻底消灭当时逃到库尔勒的、一直在那儿观望动静这个白彦湖匪帮，刘锦堂分兵两路，命令他的手下于虎温、黄岸鹏这两个将领呢，率领马步14营，取到乌什塔拉，沿着这个博斯腾湖啊，这个南岸，对库尔勒侧背就发起进攻了。刘锦堂本人呢，就自率主力，沿着大路呢，就开进都河，正面进击库尔勒。10月9号，正当清军两路人马在库尔勒会师的时候呢，白彦虎啊，已经像一个受惊的兔子一样，先行啊西逃库车了。刘锦堂和白彦虎啊，多次交手，针对白彦虎匪帮长于流窜这样的特点，他自己呢就亲自率领精骑兵1000人，啊，包括步兵1500人，先行追击。同时呢，他又命令罗长户率领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刘景潭当时也是身先士卒，率领这个先行突击部队啊，从库尔勒出发，3昼夜疾驰400多里，在10月15号这一天就到达了布古尔。布古尔就是今天的轮台县。在那儿呢，追上了这个白彦虎匪帮，歼灭敌人的骑兵啊，等于1000多骑。10月18号那天呢，刘锦堂啊率领手下人马又追到了库车城外，杀敌1000多。10月22号这天呢，清军终于在铜场和这个穆扎拉特河，就是穆扎拉特河，就是今天的穆扎提河，在这里呢追上了白彦虎他手下的主力逃敌，双方一番激战，清军呢。又这个杀掉了白彦虎主力这一部不少人马，白彦虎见势不妙，继续往西逃。到了10月24日，清军追击这些残匪啊，已经到了阿克苏的城外。当地维吾尔族老百姓呢，这个时候已经自动把这个城市给占领了，就等待着清朝的官军。看到情况对自己不利，也入不了这个城，白彦虎没办法，就率领他手下人马呢，啊，经过乌什逃向喀什噶尔。当时呢，阿古柏那儿子伯克胡里留守这个东四城那些残部也是人心惶惶，深知这个时候啊是难以聚首，
他们就纷纷逃向叶尔羌。面对当下的情况，刘锦棠该如何继续布置清军进击呢？我们下集接着聊。清朝的养鹰潮流，玩鹰这种活动呢，历代都有，不过到了清朝呢，玩鹰之风大起，而且呢从宫廷逐渐传到了民间。赫赫有名的王世襄先生啊，作为这个满清遗老的后代，你看他都会玩鹰。柳编纪略就写过，海东青者，鹰品之最贵者也。海东青这种鹰啊，实际上是指毛隼。这种鸟类呢非常具有神话色彩，传说十万只鹰才出一只海东青。因此呢，这种海东青呢，一度就是清朝皇室他们养的那种名宠。而在清朝民间呢，还有专门以捕鹰为生的鹰户，这些人呢可以将鹰折成银子，以抵偿赋税。大清会典事例就规定，凡鹰户投充新丁，有交海东青者，每价可折银30两，另赏银10两，毛青铺20匹。清廷的内务府里面还专门有一个养鹰要处，专门就负责收养还有驯养这些鹰类。而清廷的这些鹰呢，一来就供皇帝行为的时候狩猎用，二来呢用这种鹰捕捉那些雉鸡，供皇帝祭祀用。而且在当时的西直门法华寺，那里面还建有特别讲究的鹰场，鹰场里面呢有特别精致那个鹰笼，这种鹰笼呢是专门来饲养鹰用的，包括什么鹞子什么雕都在这里养。正是因为清朝皇家对这个鹰非常喜爱和重视，所以呢当时的什么王公贵人八旗子弟再到民间有钱的一些老百姓，也都是纷纷效仿。所以养鹰玩鹰在清朝呢就是一种特时兴的潮流。上一集说到，清军呢歼灭了白岸虎叛匪的大部分兵马，连战连捷。刘锦棠呢就把这捷报送达了左宗棠那里。左宗棠接到捷报之后非常满意，即刻写信赞扬这位湘军老部下。信中说什么呢？三巡之间，迅扫贼分，穷追3000里，收复东四城，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绝迹神速，古今以来实罕其比。正当清军把这个东四城克复之际呢，原先投降阿骨柏的那和田维吾尔头目叫尼亚兹的这个人，他忽然反正，而且还主动率领手下兵马围攻叶尔羌，来策应清军。他就想立功啊，怕这个清军最后这个秋后算账把他也给弄死啊。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积极主动的来进攻叶尔羌。眼见大清军队对整个这个新疆地区收复在即，先前呢不得已向阿骨柏投降的那个清朝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不云，这个时候也忽然率军反正，率领他手下人马那忽然就把城门关上，占据了喀什噶尔汗城。由此一来呢，得就基本堵住了伯克湖里据守老巢的这种希望。得知何不云向清军反正的消息，阿骨柏那儿子伯克湖里怒不可遏，就在英吉沙尔惨杀了这个300多汉人以此来泄愤。而后呢，他又马上回军喀什噶尔，同时呢，伯克湖里他的部将阿里达什他也从这个喀什噶尔回城那边也杀过来，两个人联手猛攻何不云。还好，虽然说是压力巨大，深知清朝的大军呢马上到来了，何不云这一次一直是咬牙坚持，就没有再向这个敌军投降。但当时何不云手下的汉军人数确实太少，只剩下几百人了，势单难支，也没办法，他们就是万分火急的
哎，派出信使到阿克苏，就向刘锦堂报告，就希望这个清军呢即刻来援。12月6日这一天呢，阿古柏的同党，就陕西那叛贼头目白彦虎，他们不是被清军击败了吗？这个时候也逃到了喀什噶尔。到了喀什噶尔之后啊，这个在陕西等地屠害了无数汉人同胞性命的卖国贼呢，马上还就投入了攻打汉臣何不云的这个战役，就是配合这个伯克狐狸。还真别说，何不云呢，这个时候是大发神勇，率领守军500多人拼死抵抗。这些人是白天守城，夜晚出袭，就使得围城的敌军呢久攻不下，一直坚守在这喀什噶尔的汉城。得知喀什噶尔何不云反正消息确实无疑之后呢，刘锦堂是毅然决定改变原先的这个首先攻占叶尔羌的计划。他也不等第二军团抵达阿克苏，也不顾自己的手下人马长途追击作战，这个时候非常疲惫，这个时候都不管不顾了，马上率领人马直杀喀什噶尔。他当时就命令手下将领于虎恩率领5营人马取到这个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进攻喀什噶尔，又命令手下将领黄万鹏率部骑9个营取到这个伯克游牧地，直取喀什噶尔。刘锦堂本人呢，就率领主力人马进驻巴尔楚克，等于是居中策应。12月17日当晚，于虎恩、黄万鹏这两部兵马啊就合兵了，就兵临喀什噶尔回城城下，双方胜利会师，当晚就把这个喀什噶尔回城啊给收复。看到清军已经杀入城内，守城的伯克狐狸呢，包括城外应援的白彦虎呢，深感这个时候大势已去，分别率领他们手下的3名败将逃到沙俄的境内。到12月24日这天，刘锦堂手下的清军呢，就先后收复了叶尔羌、英吉沙尔。12月26日，清军的主力大军已经到达了喀什噶尔。看到清朝大军的这个旌旗啊，何不云终于放心了，打开汉城的城门迎接清朝大军。由此呢，清朝的大军开始大耀军威，将已经抓获的啊，先前助纣为虐什么金相印父子啊，什么这个马援啊，包括于小虎啊，这些卖国的奸贼啊，全部都押到教场之上啊，尽数斩首。这次大战打下来之后呢，清军还抓获了一大批为阿古柏效力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军事教官，而且还生擒浩瀚官兵的1000多人，还把阿古柏留在当地的啊4个那个幼子，就等于是都是刚生出来不久那些小孩也都抓到了，还缴获后堂开花大炮7门，至于其他那些各类火炮100多门，啊，战马10000多匹，别的什么枪械啊、辎重啊都无数，数都数不过来。公元1878年1月2日，清朝的总兵官董福祥又率领兵马呢收复了和田。至此，阿古柏的所有的残余势力都被清军彻底荡平。大胜之后，清军在南疆各地呢就陆续有查出了英国、印度、奥斯曼土耳其、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啊，包括阿拉伯等地啊来的什么商人啊、间谍、教官啊，包括他们在当地的侨民啊，6000多人。这些人，咱们说句实话，如果他们赶上当年大皇帝乾隆在位的年代，那乾隆皇帝肯定会下令把这些匪类尽数屠戮，绝对都把他们变成这个羊肉片。但当时呢，左宗棠、刘锦堂啊这二位呢大仁大义，捉了这些人之后呢也没杀他们，尽数给他们发给通行文件，等于就把他们驱逐出境了，饶他们不死。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左宗棠呢运筹帷幄，在这个刘锦堂手下大将的他的亲自指挥之下，清军驰驱2000多里，夺取了西四城，胜利收复了那南疆。北京的清廷得到胜利捷报之后呢，也非常高兴，很快对这个刘锦堂等于是升官进爵，在光绪4年，就公元1878年年初，啊，晋升他为2等男爵。5月呢，又晋升他为太常寺卿。到了8月呢，清廷又下这个诏谕，授这个刘锦堂呢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刘锦堂本人呢，虽然说是获得了清廷的这个加官进爵，但是呢，他自己挺遗憾的。什么遗憾呢？得胜未获贼首。最终呢，阿古柏的儿子伯克狐狸还有那白眼虎这个贼头，等于这两个人漏网了，逃落到沙俄境内。对这件事呢，刘锦堂确实也是耿耿于怀，所以呢，他深知逃敌肯定是不死心的，就一直啊注重边防卡伦的建设，加强啊对这些残敌的防范。
光绪四年九月，就公元1878年，白彦虎呢又派出他手下的心腹一个叫金山的，率领数百人马，又鬼鬼祟祟的啊，侵入阿克苏以西的这个边境。9月27号，胡锦堂就亲自率领啊部骑1200人从喀什噶尔出发，沿着这个边境地区疾驰，兜头就截住了来窜之敌。一战下来，清军呢全歼了这股敌寇，而且呢还把这个乱匪头目金山生擒活捉。那么金山的下场呢？啊，自不必说，肯定是碎瓦凌迟。当年的12月上旬呢，阿古柏那儿子博克胡里又派出他的手下的亲信头目叫阿里达什的，率领400多人侵入喀什噶尔西部边境。为了加大对敌人、对残匪的这个惩创力度，刘锦堂再次亲自率领这个部骑兵马吧，2000多人，兵分三路，在当地布鲁特人的协助之下，一举全歼了这股敌军。而且呢，还在交战当中把那贼头阿里达什也给击毙了。光绪五年年初，就公元1879年，布速鲁克的侄子艾克穆罕又勾结这个布鲁克头目，有个叫阿卜杜勒哈马的，聚集了2300多人吧，又来犯边境。这些人入境之后呢，就在距离喀什噶尔200多里远的那个博斯唐特勒克地区呢那一带四处骚扰，杀人放火。得知消息之后，刘锦堂又出动4000多人马，又兵分三路，趁这个艾克莫罕啊袭击英军营寨的这个机会，他没防备嘛。清军呢就在博斯唐啊特勒克山谷内外设伏啊，忽然就出击。一战下来之后呢，清军几乎啊把这股来犯之敌也全部歼灭。艾克穆罕和那阿卜杜勒哈马呢，他们两个人最终仅仅率领有命得活的100多这个骑兵啊逃脱了，其余的这个贼人全部都被清军歼灭。9月上旬呢，贼心不死，艾克穆罕和这个阿卜杜勒哈马他们又纠集2000多人马，对外呢号称什么呢？遵奉沙俄的沙皇的号令，前来攻取南疆地区。这伙匪同入境之后呢，手里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热兵器吧。他们是从哪里入境呢？他们是从这个乌什恰提卡伦那个地方入境。这个乌什恰提卡伦呢，是在这喀什噶尔以西700多里以外那个地方。进入边境之后，这伙匪徒呢，很快就杀到这个色勒库尔城下。色勒库尔呢，在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那个地方。他们围攻色勒库尔，就想把这个城攻下，作为他们的立足之地。结果呢，这个城还挺难打，打了好多天都攻打不下来。于是呢，这些贼人就这个派出信使入城，对这个当地的守军进行诱降。此时坚守城池的是谁呢？是当地的伯克，叫素堂下的。当时呢，他就假装投降，而且还约了匪首之一的阿卜杜勒哈马，就让他前来和自己亲自商议这个投降事宜。等到这阿卜杜勒哈马到达城下之后，忽然之间城上火枪齐射，顿时呢就把这个匪首打成了一个蜂窝。艾克穆罕一看自己的同盟军这个头目死了，也是这个心中大怒，指挥手下的匪徒啊继续攻城。刘锦堂得知消息之后呢，也是不敢怠慢，亲率马步兵2000多人，经这个英吉沙尔取道荒无人迹这个沿河山路，昼夜兼程，朝着这个色勒库尔城啊疾驰而来。围城的艾克穆罕得知清军大队人马已经前来增援了，慌忙撤离了这个色勒库尔，率领他手下人马就向北逃窜。刘锦堂呢当机立断，立刻改道向北。清军当时是凿兵为道，连续4昼夜急行军，人未交结，马未解鞍，冒险翻越终年坚冰如化的那卡拉塔什大坂，奔驰800多里，最终呢追上那些逃敌，一举把这些逃敌全部歼灭。此战过后，境外那些残匪啊，对清军啊绝对是望风胆颤，就没有胆量再纠结大批这些匪帮呢啊进犯清朝的边境地区。而仓皇逃命的艾木可汗，也就成为呢最后一个见于清史文献当中的和卓后裔。这小子溃败出逃之后呢，下落不明啊，当时也没找到他的尸身，日后呢他也没再出现。应该就是在逃跑过程当中吧，被他手下的那些保镖也好啊，他手下将领也好啊，肯定是屠宰，肯定把他弄死在当地。艾克穆罕一死，危害新疆地区长达100年的这个和卓家族的势力呢，基本上就烟消云散了。这个家族呢，也逐渐被他们那些世袭的信徒呢，彻底遗忘。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左宗棠呢坐镇新疆哈密，命令三路大军向义里挺进，对当时的俄军呢，沙俄军队就形成军事威慑。当时呢，清朝的大臣曾纪泽呢，正跟沙俄呢进行外交谈判活动。左宗棠此举等于是为这个曾纪泽呢做了这种军事声援。最终呢，这曾纪泽也是不负使命，推翻了先前由这个清朝大臣崇厚和俄国拟下的那个约章，促使沙俄不得不同意啊这个军队撤出义里。光绪七年年初，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义里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呢，中国等于收回了对义里和这个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的主权。但非常可惜的是呢，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还有包括北面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呢，依旧啊被这个沙俄强行割占而去。左宗棠本人在光绪六年八月就奉诏啊就回到京城。他离开之后呢，刘锦棠在当地的就接任了左宗棠左公的职务，等于他就被清朝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十年，就公元1884年，刘锦棠呢就被清廷任命为新疆巡抚，而受这个兵部尚书衔。在此期间，刘锦棠呢就一直主张在新疆建省。为了促使行省制度呢早日在新疆得以实现，刘锦棠折中的左宗棠还有那个谭中麟的他们的两种方案，向清廷呢做出如下的建议：在新疆设立巡抚，驻乌鲁木齐，受这个散干总督节制，下设镇敌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这三道呢分别管辖哈密到乌苏的天山山脉一带，燕齐到乌什的天山南麓一带，喀什噶尔到和田的这昆仑山北麓一带。在义犁依旧设义犁将军一职，但这个时候的义犁将军呢只负责义犁塔城的边防，不再像先前那个义犁将军总管这个全疆的军务。接到刘锦棠的奏折之后呢，清政府经过仔细考虑，最终批准了刘锦棠的方案。新疆建省之后呢，刘锦棠为了巩固中国的西北边疆呢，也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促成了新疆与内地行政建制的一体化，而且吸引了更多的原先在内地的无地的汉族农民到新疆来，加快了新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当时移居新疆的汉族农民人数大增。更重要的是，为彻底清除分裂势力，防患于未然，刘锦棠还废除了新疆的驳克制度。光绪十三年，也就公元1887年，清廷就正式下令取消新疆的驳克制度。命令下达之后呢，新疆当地的社会安定如初，就没有出现任何波动。如果我们追思收复新疆的如此大功呢，是说句实话，左公左宗棠呢绝对是劳苦功高啊，功在千秋万世。正是左宗棠和刘锦棠这些人的努力，等于就为我们中国保全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在1996年呢，也是第一次到新疆啊，当时看到那些枝条轻舞的那些左公柳啊，我当时就感慨万千。我们中国啊，正是因为有左公左宗棠还有刘锦棠这样的伟人，这样的伟才，才使得我们现在的人呢能够得享和平和安宁。恰恰是左宗棠这些人当时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在当时还有力支援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终于呢迫使沙俄把这义犁地区归还给我们中国。当时呢有个英国作家叫包罗杰的，他写过一本书叫《阿古柏伯克传》。在这本书中，包罗杰就这样写道：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直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雍正夏天如何过，我们如果看清宫剧就能了解到，清朝皇帝在冬天取暖的时候呢会用那个暖炉还有那种暖手套，而他们夏天避暑呢除了会去什么避暑山庄啊、圆明园这些地方之外，还会有一些小的避暑小妙招，比如说呢风扇。当然了，清朝那时候风扇不是现在的电风扇，而是一种人力式的风扇。根据清朝内务府档案记载，郎中宝德奉旨做风扇一座，于5月29日做的楠木架铁信风扇一架，上安小雨扇6把。这架风扇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一旦用那个人工转动那个摇柄，可同时带动6把小的扇子转动，所以说呢它产生的风力这种效果呢肯定要比普通的一般的扇子要好得多。雍正皇帝呢亲自使用，用后他还有点不满意，
下令对这座风扇进行改造，把架子呢做矮一些，雨扇就做大一些。造办处呢挺有效率，很快就做出两架这个新的风扇，呈现给雍正帝。雍正帝一用，呵，特好用，马上追加订单。又过了十来天，雍正皇帝又提出意见了：人在屋内推扇，天气暑热，气味不好，不如将后檐墙拆开，绳子从窗下透出，墙外转动。也就是说呢，因为在屋子里摇扇的宫女啊，因为累嘛，汗味太重。造办处得旨之后，马上又做了这个两架拉绳的风扇，而且呢，又把那个拉绳摇扇的宫女呢，等于从室内搬到室外了。这下倒好，雍正皇帝凉快，那宫女就苦了，本来摇那个扇子就流汗，这个时候又到外边屋外子了，就更热。后来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呢精益求精。当时有什么外国传教士，这些懂得什么力学啊、懂得工艺的人帮他，所以呢，乾隆时代那风扇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就人工瀑布的水流，等于是机械装置。所以乾隆时代到了夏天，那些宫女呢，肯定都挺感激皇帝的。